殿下，洪广志和灵奇带着梁军大批人马，把山谷越围越紧了。宁海，在，按我的计划行事，传令先锋营阵前集合。是，其余所有的将士将由豫王和肃王指挥突围，别破破麻麻了。 大圣将士，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今日，诸位兄弟都愿随我去赴死，那都是为了更多的兄弟，袍泽得生。诸位可都愿意随我，战死到最后一刻，绝不投降。绝不投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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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陛下舍身相救，程旭先干为敬。干！不知宫中一切可都安好？贤妃，一切都好。 陛下肺部的旧疾又开始发作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朕会不回来？臣弟知道陛下肯定会回来，只是没想到陛下来的这么迟。幸好陛下回来了，要不然就见不着臣弟了。难道陛下？ 是因为记恨燕王殿下，想借这个机会让燕王殿下战死在沙场上吗？若是明玉猜对了，陛下真的是这么想的，那明玉瞧不起陛下。你用性命向朕担保过，你守诺，朕自然也不会违约。这一仗赢得漂亮，你还为朕稳军心、平内讧，朕要谢谢你。